回来了。哥，你躲我什么呀？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人了，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天心和小龙都离家出走了，你这场官司还要打下去吗？啊，非要弄得三个孩子脱离关系啊？非要弄得三个孩子跟我们房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哥，我累了。哥，真是老糊涂。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门口还有俩保安。哎呀，唐小龙，很臭哎。什么东西很臭？你脚很臭。不臭啊。我脚不臭，姐。哎，你成天啰里吧嗦的，你就不能去洗个脚吗？臭死了！我脚不臭啊。月月，你昨天是加班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感冒了？没有。你去哪儿啊？小龙他不在啊。不在？那他去哪儿了？小龙离家出走了。离家出走？听说你为了让我懂事，用心安排了许多事。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那么不懂事的小屁孩吗？不是的，小龙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不是的，小龙。去吧，去付小龙那儿。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，和傅小龙开开心心的在一起。没想到他都为了我离家出走了，我在他心里那么重要啊。是啊，你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。姐，什么上司关心下属呀？又送 iPad 的，又守夜的。总之我跟他说清楚了，今天晚上之后他不会再来了。我怎么看你有点不乐意啊？干嘛不接电话？月月惹你生气了？不是，哎，也没有了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能力，配不上他。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？你别以为女人都那么现实。这虽然说条件好的、有经济实力的人人都喜欢，但是女人还是最看重情感的，最终女人都会选择一个对她真心好的男人。你是说你还是说月月？我在说月月。我其实就是觉得月月就是这样的女人。可是谁也不能保证情感它不会变啊，女人就那么善变。那你觉得她是这样的女人吗？其实你心里很清楚答案，小龙，不是有人说吗？爱会让一个人想要变成更好的那个人。如果有什么不足，自己努力去改变就好了。